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华盛顿 DC 的大使馆开放日，所以我们出来看看各国的大使馆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大家看到这里排起了长队。其实呢，我们走了一圈，发现各国大使馆都排起了长队。今天是周六，也可能是街上人比较多的原因之一吧。Oh, you can.乌克兰吗？最近乌克兰啊，好长的 queue。然后我们走过了乌克兰大使馆，啊，有一群女生在门前跳他们的传统舞蹈。今天我特意把相机带了出来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今天一天的所见所闻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让我知道，这样的话我就会输出更多类似的视频来分享给大家咯。看了一会儿乌克兰，我们继续向前。向前。这是什么国家？罗马尼亚。哦。我在新奥尔良看过这个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芬兰大使馆，我们决定一定要进去看看。排个队。哦，队伍真的有够长，一直从门口排到了大马路上。进来了，这里的地点位于华盛顿的西北郊区，所以整个芬兰馆被树林围绕。现在来到丹麦。